这个一鸟，你看我们这个群英会啊，做了很多关于魔术的节目啊。没错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就是咱们国家关于魔术的最高奖项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你可难不住我了。作为一个弘扬传统文化节目的主持人，最基本的常识还是有的。是吗？在我们国家，魔术最高奖魔术奥斯卡，那就是金爵奖了。哦。不过英俊哥，你今天这么问，是因为我们今天来的嘉宾跟金爵奖有关吗？你说的并不全面啊。啊。应该是我们今天来的一帮嘉宾。都跟金爵奖有关系。一帮嘉宾，哎，这样我们先请上一位他们的代表人物、啊。好，我们掌声有请啊，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复式幻术的传承人傅衍东老师，掌声有请。欢迎傅老师。哇，衍东老师好久不见。两位好，好久不见，大家好。天津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傅衍东。好，欢迎。哎，一鸟，你先大胆的猜猜，今天我们请衍东哥来呢，衍东哥和这个金爵奖有什么关系？这还用猜吗？那衍东哥肯定是获过金爵奖的嘛。我觉得你给猜小了啊！你让衍东哥自己来介绍介绍。我们金爵奖，我是第一届金爵奖的银奖，然后第四届金爵奖的金奖，然后是五届、六届、七届的评委。哇，评委！评委知道吗？你是评委，是不是我也能参加比赛去了？金托奖。但是今天啊，说是今天来的一帮嘉宾都跟金爵奖有关、啊，怎么就您自己来了？这样吧，啊，我想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把他们请上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特殊的方法请出来。好，那我们来拭目以待啊，看一看如何把他的这些附加班的弟子们请到台上来。这个徒弟跟着一块带上来的，对，一会儿一看坏了，就剩一个了，我一个徒弟已经被消灭了，没想到啊，这一下把徒弟们就都带上来了。